一段是讲什么？什么不要见怪。他说他就喜欢这样讲话，开玩笑啦，我知啊，卖喜欢，哎呀，我知啊，我知。我只是讲你的眼光有当时嘛就奇怪啊，那样。这是真正，咪 ，what？ 哈？我要叫小丸子帮你做那个黑人问号。像，像啊。爱干心疼。然后把你的脸涂黑，小丸子帮他把脸涂黑。嗯哦，好哦。这是真的。What？ 哈？咦？对